其实少不了我。怎么会这样子？我好不容易射中，结果它居然掉下来，是不是飞镖跟标靶有仇啊？还是根本就是我跟标靶犯冲啊？Wednesday。这是你应得的，不算啦！我刚刚都还没有准备好，你就亲我，我根本就还没好好感受这个吻啊！不行啊，这个吻不算，你再亲我一次。不行，说好一个就是一个。这一次吗？对啊，再一次就好。再一次，再一次。不行。再一次就好了。不行就是不行。再一次。亲爱的女儿，该回魂喽。怎么样，飞镖的事情结果如何？你射中靶心，得到委托之吻了吗？虽然飞镖只停了短短几秒，不过我还是射中靶心，而且委托也亲我了。真的吗？我就知道你可以的，妈咪很为你开心。我真的好开心啊，妈妈。妈咪也很开心。哎呦，我的宝贝啊，谈恋爱了。妈咪，你怎么哭啦？没有，妈咪是开心。你小的时候，妈咪为了追求自己的人生，没有好好照顾你。很多你人生重要的时刻，妈咪都错过了。但是，妈咪这一次没有错过，我真的很为你开心。妈，谢谢你，是你在旁边一直鼓励我、支持我、给我力量。我真的觉得有你这个妈妈，我好幸福。妈咪，我爱你。妈咪也好爱你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有像维多这样的人在你身边照顾你。我很放心，只是你长大啦，你有你自己的人生啦，你就会渐渐离开妈咪，
天天不需要我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。不行，该离开的时候就要离开。千万不要为我停下脚步。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，你也要勇敢活出你的人生，这才是妈咪最想要看见的，懂了吗？嗯，我懂了。看到你这样努力的成长，妈咪真的觉得很骄傲。现在你找到真爱了，嗯，我也要迈向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。什么下一个阶段啊？我要离开这里。舅妈回来啦，阿妈也不需要我帮忙了，我也该回到我自己原本的生活跟工作。你呀，以后要好好照顾自己，知道吗？妈，你不要走啦！你好不容易跟我住在一起，而且你才回来没多久又要离开我。好舍不得哦。傻瓜，你妈是往前又不是往身，你想我的时候就打个电话或传个讯息给我啊，妈咪随时会回来看你的。嗯，也对，妈再见了。现实鬼。不是啊，我习惯了嘛。嗯，到一个爱你，我也爱你。哎呀，怎么生意这么漂亮的？你生的好啊！啊，楚皇那样，你要搞什么？喂，你好，林太太你好，这里是征信社，我刚刚已经传了你委托调查资料给你了，里面呢有李志怡小姐的工作地点、电话还有居住地址，还有你要求查核那个银行账号，所有查证的结果都在资料里，请林太太过目就知道了。啊，好，谢谢你，我知道了，谢谢。汇款人洪一寻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是富康要昂情汇款给李姿怡？富康，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对不起我。拍死拍死拍死，哎呦，我的蛋呢？哎呦哎呦，拜托拜托，粪扫桶给他关过。哎，啊你先乱啦！啊你那七早八早都在哭啦，还是哭歹命哟！先乱啦！主播啊，富康他外遇了。啊？富康有外遇？啊！这唔听狗啊！你跟人生外遇？哎，阿弟，哎呦，唔通哭，唔通哭啦！哎呦，那是你，来来来来，把先切起来。可怜咯！啊，那是春花跟秋月呢，那是在哭。来，啊，他骗袂掂啊，他死。哎呦，好啦好啦好啦，别哭啊！哦，乖乖乖乖乖。哎呦，这查囡仔看起来差不多才二十通岁尔呢。啊，恁富康嘛真超过啊嘞！老吴要食幼瓜笋，这种伊也补会落。想袂到是种人。哎呦，富康之前不是这样的，一定是这个女孩子诱拐他呢。趁富康休整的时候，他进去打扫，然后接近他，才会跟他在一起的。
你莫伫替恁富康讲话啦，钱无两年半袂等啦。哎，我咧讲啦，迄诊所都袂用请，就这幼气的查某囡仔啦，你请去摒扫要创啥？是这个女孩子带她爸爸去看病认识的。哇，这查某囡仔嘛真厉害呢，看个病都会当交到一个医生，哦，手腕遐好呢。哎，你不是规工拢顾个诊所，啊，目睭金金，甲恁翁抢走，你还阁唔知？男人想要做坏事啊，就算面对面坐着，桌底下哦，买个拉嘞拉嘞。哎呀，哼，阁叫翁钱，花15万哦，这查某囡仔，我是你啦，然后阮德超吼，我绝对菜刀举起来，敢那咧剁阮家的猪脚，赶快剁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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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甲剁个脆黏黏。哎呦！这不像你遐尔残忍的，这款代志我做袂来。哦，我想到啊，你是用别的办法对吧？一夜要交3次家庭作业，唉，不乖。真的是家丑不可外扬了。我本来是不想让你知道，可是我已经压抑不住了。那样无法知影，咱两个是好姐妹呢，是闺蜜呢。对不？啊，你不跟我讲，要跟谁讲？